周平原是你们家老爷子？是我爸。昨天是你缺少的事，我背他下楼的。当时为什么不演员？我是入殓师，兼职半个法医，这是我本行。昨天晚上9点到11点，你去哪儿了？单位。有什么证人吗？活的。 我助手叫小猴，死的有一具尸体。那白天上哪儿了？上班，出活，跟你们的人在一起。我们的人已经核实过了。昨天谢斌伪造死亡证明的案子是他帮的忙。平时你跟你老爷子关系怎么样？如果不是我，他死不了。你把他怎么了？ 他白天给我打过电话，让我回家吃饭。我没回去，就吃饭，就吃饭。如果我回去了，他死不了。你们父子有矛盾？他老逼着我找对象，我败理他。就因为这个，我不喜欢他管我。为什么呀？小时候管惯了呗，叛逆。 那你多大来的北京啊？小学。你母亲呢？买双塔了。平时，老爷子有没有什么仇人，不对付他？我，除了我就跟自己较劲。同事呢？退休以后就不联系了。那他有什么爱好没有？喜欢自个儿听音乐。什么音乐？ 贝多芬、莫扎特、柴可夫斯基，就喜欢听那个没词儿的。那他还能接触到什么人？剪头的、卖菜的，反正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接触的那些人。没有异象。以前他们单位有一个护士长。 退休之后老跟他在一起喝茶。后来呢？老太太人没了。问一句啊，你们家经济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图财的？我爸没什么存款。那其他贵重物品呢？书啊，唱片啊，还有什么？回忆。 他老回忆他年轻时候的事儿，什么事儿？他不跟我说，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回忆。那，你多长时间回一次家？上次是端午节，小半年了。忙，忙，忙的连老爷子顾不上，我自己都顾不上。忙什么呀？ 我爸怎么死的？现在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。一点线索也没有吗？规矩，你也懂。该告诉你的时候，自然会告诉你。 怎么样了？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不放弃，在于自己坚韧的品格。哎，该放手的时候还是得放啊！哎，漂亮！给我开窗户啊！脑袋不能招风。大眼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爽啊？嗯。我爽什么呀？我们俩都残了。专案组只能让你来指导工作，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指手画脚了。嗯，别看我啊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屁，没事儿可以笑啊，笑出来。笑不出来了。有进展吗？说是从双塔过来的。双塔？哪儿啊？北京往北1000多公里的地方。 那不近啊，追嘛？为什么话肯定得追啊！你们俩还得躺多久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康复。你少来这套！我们俩都这德行了，你还指望我们俩追啊？大元，大元，气回来啊！指手画脚，屁！ 小人又得志，走了。哎哎哎，干啥？谁不拿东西来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还往外开了呀？画推米的骨头不好。大元，又干什么呀？全虚全影的回来，养着吧。 你伤好利索呗，没什么事儿啊。嗓子怎么了，老严？我还想知道呢。呦呦呦呦呦，谁呀？这是。不是看你什么时候能看见我，上我们这干嘛来了？这不给我调过来给你打下手吗？别逗了，给我打什么下手？谁跟你逗啊？不知道干嘛来了？想你啊！真格的干嘛来了？真格的，不你绑架案吗？说我们俩兄弟，我得搂搂啊！什么主这么悍？他们熟悉地形，咱们不占优势。脑子不乱，下手狠。 有头绪吗？从车牌号上来判断，双塔那边的。双塔在哪儿啊？北京往北1000多公里的地方。你怎么着追吗？我们队长不医院躺着吗？他说追，你追吧，抬腿吧。谁领队啊？你领队啊？谁跟你说的我领队？ 你不资历最老吗？你不领谁领啊？是不是小黄啊？你是不是怕你走了，儿子没人管呀？外面什么的，不写着呢，2度。小黄，你查一下双塔什么的情况。好嘞。双塔零下19度。多少？多少？零下19度。我咱回去拿身衣服去吧。你不一身腱子肉吗？还怕冷啊？两码事儿。事儿，你有你的。 杀你的人是谁？我收藏的黑胶里有两张最难得，是哪两张？一张是贝多芬 C 小调第5交响曲，也叫命运交响曲。爸，杀你的人到底是谁？另一张唱片是什么？柴可夫斯基 B 小调第6交响曲，叫什么？悲怆。 悲怆描述的是他不幸染上霍乱的痛楚吗？不是，是什么？爸，杀你的人到底是谁？你可以提到你父亲的尸体了。经过法医鉴定，你父亲的致命伤是氰化物中毒导致的呼吸衰竭。他杀，警方已经正式立案了。若要，如果你发现什么线索或者想到什么可疑的地方，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。 谁让你乱放我东西的？爸爸，告诉我呢？爸爸是英雄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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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是英雄。 双塔太冷了，爸带你去个暖和点的地方。 就你一个人吃啊？嗯。给孩子吃去。我。嗯。咱们要上哪儿去？ 去河北了，去东。东边，没出河北。东北吧，别骗我了。听说过了关就到了，课本上学过。叔叔，你俩都是东北的吧？有口音。套话呢？ 你俩要把我卖了，对不？嗯，你哪知道的？叔叔，你俩能不能把我放了？我爸有钱，要多少都能给你们。你家一个开小吃店的，能有几个钱啊？你别看我家门脸不大，但我妈每天数钱都能数到手软。呀，数零钱啊？搞梦啊？叔叔，你俩就把我给放了吧！我不怨你们，我感激你们一辈子。 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个屁！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服务哎，梅尔姐，你咋整啊？这趟不白跑了吗？咱们去东北哪儿啊？谁说去东北了？待会儿开车别上大道，过了盘山路就是仙人洞，把车一直往林子里开。走。 喂，冰姐，老吴惦记肉了，扯两根牛尾巴做汤。我没在厂里，等2天行吗？哦，那回来再说吧。好。好的，明白了。好。 没法沿线设卡，我觉得咱们推测是正确的，就应该在双塔收口。希望咱们推测是正确的。没见，我没动手，那边给掐了。哎，给我留了没有？有啊。哎，打个电话，你不吃完了吧？你也饿了？什么叫我也饿了？ 谁吃了一半啊？这个，守了一宿了。 没见着你们说的那个人，哎呀，辛苦辛苦！进双塔还有别的口吗？走林场，不好走吗？雪山林不一样，来吃饭去吧。来，走。 准备一下身份证，今天要检查。小哥，上厕所。 完事儿呗！你别过来！那这么磨叽呢？快点！哎，咋样了？真让我猜着了，高速路让人给掐了。那怕啥呀？反正咱们走林场。你说话能过点脑子不？嗯？人家为啥能查到双塔呀？北京公安不是吃素的。 估计这手已经摸上来了。那他吃不吃素的，他也没法走林场啊。那雪那么大，他车咋上来呀、啊？那咱的车就能上去啊？瞅啥呀？走，快点！你是守林的吧？我们借你这边挡个人。嗯。哎呀，用不着。那啥，屋里有吃的喝的，你们自己待会儿，我一会儿出去一趟，啊。好。你们要出门把门关上啊。 大哥，前面路走不了了，我这车也不是越野车，再走肯定炫里头。这样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。没错，就这儿了。 有信号吧？一点都没有。林子够深的呀，转一圈得好几天吧。天黑前就办了。天黑以前，必须得撤出林子。哎，咱要不要联系一下当地警方啊？到人家地界了，联系吧。哎。 南塔在这儿吗？拆了。什么？等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问南塔。啊。早拆了，改瞭望塔了。什么时候拆的？ 干啥？天快黑了，再不下山就出不去了。 我捎你段吧。我都出汗了。就是虚，去你大爷的！哎，大眼儿，听说这个东北林子里全人参，啊、野生的，啊、弄两根给你补补啊！啊，来吧。 没事吧，哥？轻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去给我拿点吃的去，快！哎，饶冷，没事，让人划了一下子。孩子，来，烤烤火，暖和暖和。 咱得小心，北京的警察盯上咱们了。带着家伙事呢，有防备。这方圆2里就这一户，带着孩子走不快，八成就里边了。 啊，喝口热的去。前面那车，车顶没血。激烈的。